找个尖的剪刀啊，这六个筛子把它撬出来，压着，扎进去，往上面撬，把它撬出来，六个的撬，撬完以后就把螺丝拆开，拆开六颗螺丝，然后把它打开啊，慢慢撬起来，看一下这里的线，射频这两条线的螺丝，看一下这些螺丝有没有松啊。哎，这几个看有没有松，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松，看有没有松，把它锁紧。那边没有松，要拆开这一边，把这个扭开。你可以把它拉到后面，然后把这里四颗螺丝拆掉，四颗螺丝拆掉，把它推出来，啊，拉出来，看一下这个黑白这两条线，这两条线看有没有松。找个螺丝刀把它锁紧，找个尖螺丝刀把它锁紧哈，把它扭紧，把它扭紧，